Ya sembahyangan, masak-masak. Masak-masak. Kau licai, mi fen, cong, hong lopo, semua tu yu. Sao kim cao hui, kim cao hui, kim cao hui, cong ya bao xiang. 有人是冲开这路面，没有，漂亮。像这调的嘛，所以好客家小吃。现在红萝卜嘛，红萝卜跟高丽菜也在一起的。 还有那个，香辣椒，香香辣椒，现在嘛，等一下，现在，这样子好香的，还有你也做这个柱子，偏不嘛，偏不啊。 我忘记了啦！哎呦，你不要怪太太了，太太忘记了啊、哦！对不起啊！一定好吃，家味一定都好吃。放冰箱，有猪肉都一定好吃，什么东西都猪肉都好吃。 都很像，加米酒，真的好香。加点什么？味精。哎呀，这个一直加味精，真的好吃。哎呀，哎呀，来，快点，这个都很甜的东西，不要。哎呀，你放水来。加水。好没有？可以吗？这个很烫。先不。好。 等一下，这个皮肤呢要烧过的，这样嘛？啊，对，好，下去。来点酱。嗯。一份倒下去。 一的料子这么多，哪次这样煎蛋的面都是这样的，是不是？我不晓得，是吧？那个东西太少，那个锅，那个是冬阴面，都是当淀粉。我们那个哈，剩下的可以炒冬粉，那个料炒冬粉很好吃。我很会炒冬粉。 他但是不喜欢做的。哎，你太太她比较常煮啊。 用猪肉那个对对对，嗯，都是。打工喜欢你做，如果有面，对，还有呢，你带神手，要炒的豆沙茶才会好吃。 等一下再擦，先。好。 Hari ini tuh ceritanya sembahyangan di kuil, makanya masak-masak. Kemarin itu masak kaki babi,
sekarang itu masak mie fun. ちょっと、なんか、違う見ようよ。うん。せいや肚子餓了。はい、肚子餓了。あ、はい、みは。不会那么快。饭也收了。吃饭可以助教。 Nah, ini adalah mie fun. This is shit mie fun. 张姐的苦萝卜，张啊，一只菇含那石头小米，哎呀，那只苦萝卜包。这个锅子300刚刚好，吃8还可以。 不行，那个五八不行，不行，4把哈、哦，你很知道，这样东西不会很多的哈、哦。好像韩国人，5，要2个鸡蛋，是吗？哎，你不要用我的土鸡蛋了、啊、哈、哦，用那个便宜的了哈、啊，我这个一个15块，你用这个干嘛呢？ 那假吃，哪有吃那么好？自己吃才可以啦。你不要用那个土鸡蛋啊！来，等一下，你也吃几只？不一样。这是别人吃。他在跟你讲，他不一样。 Yo， 来，让你拌。 好，太太手没有力气了，好好吃，不会太咸，刚刚好。嗯，我有没有放盐巴什么？刚刚好。来吧，哎哎哎，我都不加好。 对对，没有，但是长长的啊，长，它就是弯弯的呀。对了，变香了，哎，好香，嗯，再拉拉一下就 OK 了，已经比较烂了。 可以，嗯，可以了。要搬过来？哎、嗯。打的辣椒那个不辣，是漂亮的。已经很漂亮了。开始了。 好嘞，我们其实这，那有一个蛋豆，它的黄色是怎样？没有出，我随便它的。为什么？太太有教你吗？没有哦，他好像没有买给我，但是他也没有买，讲一讲。好，拿这个给，你拿上面。他说要买。嗯，你拿上面，太太这样，你拿高高的。 有热吗？要热。有热吗？有。要真正的热，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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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高姐。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呀呀！我还。
还没热啦。还没有热啊。来来来来来来。哎呦哎呦哎呦！太太千步千步啊，千步鸡蛋千步了，千步、哦、千步，快来！有这么多，还说没有？够了、嗯、也不用用到这个，不要用、嗯、你看、哦、太要见到、嗯、太不好意思了，要叫太太，这个要最上面、哎、是吗、嗯、现在吗，最上面是这个是什么才像自己放、嗯、给他放上面这样而已，脏的拿去，丢掉，拿去放小庙的狗。嗯。现在要煮鱼。哎。有没有水？炒米粉，酱的话，妈妈的炒米粉哦，好棒哦！本来太太会煮了，本来会煮啊，我说要两个哇，好多，刚才都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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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哦！要好吃才有用、啊，漂亮有。可以丢进去里面，拌一拌，还有辣椒。啊，还有那个酒，给我一点来。我要米酒。行、啊。是不是有点辣？还好哎、欸。还好啦，大辣椒不是很辣。嗯。来来来来。它吃比较好，味道比较好而已，这样吗？嗯。那边啊。哦。它的鱼翅养在哪里？五彩。哦，养在路上。哎、欸。哎、欸欸、好像我有看到啦，是啦。对啊，卖猪肉旁边呐、啊，那边在养鱼啊。它养很干。那是为什么味道不好？哎、现在都没有买。有啦，有人、嗯、有人哎、欸，都餐厅在给他拿的啦。哦，有可能。如果回煮也好吃啦，对对对。那个要炸肉要多一点，不会黏要加粉，新鲜要刚煮。不过一般放不动的，最好不要放。哎哎哎，还有，你走拿来。小。不要收下安了、啊、哎呀，轻轻的就好了。那我没有轻轻吗？一起洗，辣椒千步，千步洗。尾巴掉了哈。如果拜拜，尾巴不能掉的呢。对呀、啊。不会很咸，刚
不会，如果不会，我帮忙。哎呦，来，你这个尾巴不要弄掉哈，等下上来的时候再给它粘住。Masih ada secito, masih ada udang, masih ada brokoli. Brokoli ini secito, udang ini mifen, makanan khas Taiwan ini adalah mayo. Ci mayo kan yang tadi. Ini tuh bebek tadi, ditaruh plastik aja.先炒，等一下用这个胡椒炒，这个油也拌一下。对对。还要拿一个扣啊来吧。什么扣啊？我要拌一拌呢。把你放在那边呢。在哪边？在这里拌一拌呢。这有油啊！我不要这么油啦。 油一台，这也不是要捞放在这里哦。如果干的，太太不是也要捞？这个要丢掉了，这个油不要了。不是啦，太太不是要捞给他滴一下的。哦，等一下太太给他整理一下，是不是？很久没有，脑袋都空空。 不需要放粉，那不香？哎呀，放粉干什么啦？我这放粉它比较不会烂。啊，我喜欢吃烂的，叫它不会烂。完了。嗯嗯嗯。什么样的油？哎，我要干净。你放你。对呀，我们牛板。虾仁炒虾仁比较香。放那边。嗯，加这个，切。 本来这样啊，没有关系，没关系。好，看看有没有，拿个拌一拌，筷子拌一拌。拿这么长干什么啊？我喜欢吃。啊，我爱。哦，好香。那个胡椒不够的啊，香辛不能。这个胡椒啊。不够。它这个。餐厅那个的胡椒很多。
我们还有加黑胡椒比较好吃，餐厅是黑胡椒。嗯，白胡椒也很好吃吧。不要怕了，它还没丢下来了，不会那么甜，它这个坏掉了。可以，有吗？又来一点点。那要白胡椒好了。白胡椒哪一个差了？这个又好吃又鲜，又没有馅，尝尝看。我不晓得，不要弄太多了。一点点。在哪边有盘子？有吃起我们盘子是在哪边？我们就用我们的白的盘子，颜色是白色的，你看不清楚，不像阿妈那个是黑色的。嗯，老太太就喜欢这个。再萝卜在，辣椒在上面。碎碎。姐姐有炒虾仁，味道也香。Alhamdulillahirobbilalamin, masaknya wis kelar semua. Ini dibawa ke tempat sembahyangan di kuil. Ini tuh kuil, nanti itu sembahyangan, banyak yang datang sembahyangan. Setelah sembahyangan kelar, nanti jam 5 sore atau setengah 6 mereka makan bersama. Sekarang siang hari. Nanti jam 2 itu mulai sembahyangan pembukaan. Nanti jam 5 setengah 6 itu sembahyangan penutupan. Nah, jadi macam-macamnya kayak gini. Sembahyangannya macam-macam ya, ada buah, ada biskuit. Hai. Ini semua minci. Hah? Hah? Nah, aku lagi ada di kuil. Dan ini itu ada anaknya temennya mbokku. Mereka sembahyangan ke kuil. Maaf ya, aku soalnya ngomong bahasa Taiwannya itu aku belum lancar. Jadi anak kecil ngomong itu aku belum begitu paham. Mohon maaf. Nah, videonya cukup sampai di sini ya. Saya ucapkan terima kasih telah menonton video ini. Sampai jumpa di lain waktu. Sampai jumpa di video berikutnya. Mohon maaf kalau ada salah-salah kata, salah-salah tingkah, salah-salah laku, salah-salah perbuatan. Mohon dimaafkan. Sekarang ini hari Minggu, 14 Maret 2021. Mbokku sembahyangan. Ini tuh kalau di Taiwan itu tanggal 2. Sembahyangan di kuil, nanti itu mereka makan bareng-bareng. Oke lah. Ini anak kecil itu lucu banget ya. Dia itu enggak takut. Biasanya kalau anak kecil ngelihat aku itu takut, tapi dia tuh enggak takut ngelihat aku. Biasanya tuh anak kecil kalau belum kenal itu takut. Yang-yang tuh, Ma. Ini yang-yang tuh, Ma. Bye-bye. Bye-bye.